厉害了，我的狗子啊！现在的这狗狗真是十八般武艺，样样精通啊！我决定了，你以后就是狗中狗爸。狗狗都这么努力了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努力学习呢？有一天，学渣小明问老师说：“老师，老师，我觉得当个学渣挺快乐的，你说当第一名有什么好的呀？”老师微微一笑说：“小明啊，我给你举一个例子，你就明白了。你知道世界第一高峰是什么吗？”小明说：“不知道啊。”老师说：“珠穆朗玛峰啊，小明同学，这个你都接不上，你让老师跟你聊啥呀？我劝你啊，还是好好读书吧啊，别到时候跟咱们去土里的这些人一样，净闹笑。”